今天的主题哈、啊，是这个灰线线问题的这个系列二哈、啊。那么上次呢，哈，我们给了一些线性问题，给了一些灰线性问题啊 ，classical 哈、啊，这最典型的了，是吧？那么还有呢 ，dispersive 哈、啊，还有那个哈。啊Dispative 哈，那么我们哈再来看这个 general linear term 哈，还有例如像这个 KDV。这个有啊 ，dispersive， 看，这个地方有啊 ，nonlinear term， 那么 KDV 呢？哈、啊，还有这两个哈。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最清楚的呢哈是这个上课哈是看黑板哈不是看手机不是对谈哈这个最出名的当然就是哈你沿着 characteristic line 在走是吧往右走啊，速度是 c。这个呢，哈、啊，上次也导过了，它有这个所谓 harmonic solution 哈、啊，像这样子 u x t 哈、啊，等于 e i。Kappa x minus omega t k 是代表 wave number OK 我给你一个 k 那么你就有一个像这种解你的哈 frequency 哈这 frequency 呢是 k 的函数那么在这个 PDE 之下呢哈我们上次导过了哈 k minus k 三次方 OK所以这可以写成 e i k t 出来哈 ，f 减掉啊，一减啊 k 平方 t， 好看。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哈 ，for fixed at k， 你固定这个 wave number 的话。那么一减 k 平方就是你的速度哈、啊、，c 呢是一减啊 k 平方，
常数。OK。这个就跟这个一样啦，可以看成 U 这个哈 ，eigencity。但是问题是啊，我给你一个 wave number k， 你会得到一个类似像 classical wave equation 的解 ，OK， 几乎一模一样哈。那不一样的 k， 当然有不一样的。Nonetheless 的话，我们上次讲过了。你的 U 了哈，在某一个点，它如果说它的 amplitude 很高的话，另外某一个点它的高度很低的话，那么最后呢，高的速度会超越低的速度 ，OK。我夸张一点 ，OK。高的速度啊，比这个低坡的速度来的速度快，那么它就会 break down。所以它不可能有像这种坡。OK， 永远保持一定的形状，沿着那个 characteristic line 的时候，哈、啊，永远保持那个形状，速度永远是 c， 坡速永远是 c， 不管你高低，整个坡，啊，整个坡呢，哈、啊，同一个形状一直在跑，但是像这个就不行 ，OK， 把这个叫做哈，一。2 3 4 OK， 不可能有一跟二这种坡啦哈。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证明 ，OK， 我 show that 你这个会先用化公式了哈。就是啊，坡速是一定的，那么往右一直在走的，啊，这种坡 ，OK， 我们要证明没有。那么 KDV 呢？我马上要证明，它竟然有跟这 classical wave equation 一样的这种简单明白的坡 ，OK， 这惊叹号了哈，注意哈，它有灰线现象，它有离散相，结果呢哈，天作之合，把它们绑在一起之后呢，会产生相哈。所以这是一个 miracle 啊，这是一个很奇怪，但是也因为有这种灰线性的现象跟这个离散的现象呢，在非常奇妙的组合之下，啊，你会有这种啊非常漂亮而简单的解。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呢，哈、啊，很多在啊不管国王工业上，或者哈、啊、目前的这个。讯号的传播上呢，它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现象几乎都会线性的现象 ，OK，
那么例如说你的网路啊会那么的清楚，速度会那么快啊，也就是说当你把它这个他们这个讯号波写出来的时候呢，它会含有这种灰线性啊灰线性的项目，也会含有这种所谓离散的这些项，那么很奇迹的组合呢，让他们变成有一个啊这个讯号呢会非常的清楚啊，能量守恒，我现在送出去，那么什么时候对方会收到，而且是一样的讯号 OK， 例如说雷射的强度，例如说讯号的这个明确度啊，诸如此类都能够啊保持起来 OK， 所以是一个在目前呢哈、啊、类像这种波哈、啊、是广泛的被应用啊。现在哈、啊、我们先来看哈、啊，我们来定义两种哈，一跟二的解呢哈，有特殊的给他们特殊的名字 terminology。第一个哈叫做这个叫做 Shortly Wave Solution。Traveling。如果这个解呢哈，例如像哈 F 哈 x 加 ct， 当然或者呢哈 u f 加 ct， 这代表了当你波沿着输入 c 在跑的时候，你讯号哈都会保持一定 ，OK。这是往右走的波，是往左走的波，只要。你的解可以写成这样子或者这样子的话，那么 U 呢称作啊 Shortly Wave Solution， 那么 Theta XT 等于哈 F 减 CT， 或者呢 Theta XT 等于 F 加 CT， 叫做 FS 一个项啊。我是 X 拉哈，是 T， 这边首先给你点 X 零。如果我沿着这个哈 ，X 减 CT 等于 X 零 ，OK， 速度是 c， 那么你看 T 等于零的时候 ，X 等于 X 零 ，OK， 那么在这边你有讯号，这讯号呢，沿着这个像在走的时候、啊、都是一样的值 OK， 这个 XT FXT 等于 F F 减 CT F 减 CT 等于 X0 OK， I got that OK。 那么画成直线在走的时候，如果这是 X 零，我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我的讯号哈，跟这边一样。那么在 S 的位置的时候 ，S 呢等于哈 X 零加 CT， 一共花了 T 时间，那么它的 X 减 X 零呢，当成了 CT。意思就是说啊，在这个点的讯号，当我的距离哈、啊、S 跟 S 距离就是啊等于 CT 的时候，那这代表呢哈、啊、T 分之 S 呢是等于速度 c OK， 所以这个讯号呢在这个点你会抓到一样的讯号 OK， 就像这边一样嘛哈，我用粗线条啊，
我们称这种解叫做 Australian Web Solution。OK， USC.NCT。那么当这时候呢，哈，基于你的哈 ，U 在 XT 的值呢，等于哈 F theta XT， theta 叫做 face。OK， 那么它的 face 里面呢，它永远有常数的这个 velocity。OK， 这个波速是 c。OK。这叫确认我的所有权。OK。那么它的形状可以随便啦，因为我的 F 是随便的 ，U 也是随便。OK。你只要啊，它遵守这种规则。OK， 举个例说好了，若你的波的长相像这样子，那么在这边呢，啊，还有这样子。OK。如果你的长相是哈乱七八糟，那么在这地方只有乱七八糟。OK， 也就那个形状会保持不变，但是我的 F 的图呢，哈，可以 arbitrary。OK， 所以呢。需要另外的 solution 哈，形状不拘啦哈，因为 f 是 arbitrary， OK， 所以形状不拘。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它可能是啊 ，maybe 哈，看起来像这样子，很漂亮的这种坡。但可能哈，这坡任何一个坡，就是你把边界条件放进去，例如说这个坡的话，代表你的 U 呢哈，你的 F 呢趋近于零，当哈 t 趋近无穷的时候，它是一个 Schrödinger solution。那么在两个极端呢哈，都会跑到零去。OK， 那么你就像 sin。OK。如果你 F 是这个样子，那么每个段落呢，它会重新出现，再出现，那么你得到的是周期解。OK， 也就是说，这时候你给的条件呢是 F plus C plus 2 pi 等于 F plus C， plus C 是 F 减 CT。OK。所以你也可以给它，例如说啊，像这个边界解啊 ，t 趋近无穷的时候，它的高度要趋近于零。那么像这种叫周期条件 （period solution）。OK， 所以它会一开始它像一个哈 sin， 那么时间随着时间进行呢，哈，这个 sin 就会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啊。例如说你的解呢是。sin 哈 f 减 ct，OK，、okay. 所以它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所以形状非常的不定。那么针对这个呢，我们给它另外一个 terminology， 我们给它另外一个terminology，叫做 solitary wave。Schrödinger solution。Such as。它一再行进了 ，OK。我们这种解呢，哈，它的形状是 localized，
那你可以想象呢，它有像这种 finite contact， 也就是说呢，在某一个段落，它的函数值啊不是零，其他地方啊都近乎于零啊，只要 contact support。Compact， 就是说啊 ，finite bounding， 在这区域呢，你的这个坡的高度啊，不是零。可是呢，超出那个范围之外呢，它坡的高度啊，近乎跑到零去。OK， 所以我这边没有写等号，我只用一个这种 near。OK， 它慢慢的趋近一点。OK， 趋近一点这样子。OK， 那么。像这种解呢，我们给它一个特殊名字 ，OK， 叫做 solitary wave。OK， 因为这个解是非常非常特殊的解哈，又简单，又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看海的时候，那个海的波浪啊，浮出海面的部分啊，就像这个样子。OK， 所以呢，我的 solitary wave 包含在这个 trailing wave 里面。OK， 也就是说呢，它不但是 one phase solution， 而且呢，它形状看起来像这个样子。OK， 趋近于中部这种时候，啊，它都趋近一点。OK， 那么各位看这个，像一的话，boss 啊。exists， 不管是 solitary 哈，这个 classic wave equation 哈，例如说哈，这个 E 的负 ，E 的这个 ，epsilon 哈，等于哈。这个啊 localize， 因为你是 x 加 ct x 减 ct 啊，看哈，比如说一的 x 减 ct， 那么注意啦，当 t 趋近无穷的时候。C 是正的嘛，固定任何一个 x， 当 t 趋近无穷的时候呢，它是一的负 t 的样子，所以跑到零去，是吧？那么，例如说这个 那么 t 趋近无穷的时候，直接跑到零去。那么有哪一个坡呢？当 t 跑到正负无穷的时候，它跑到零去。例如这个 hyperbolic circuit， 什么叫 hyperbolic circuit？ 我们回忆一下啊 ，sin cosine 来你都很熟了啊。hyperbolic sin 呢，就是二分之一的 plus c 啊，减掉一的负 plus c。hyperbolic cosine
然后1%的 percent 加1%的 percent。Hyperbolic tangent 等于 hyperbolic cosine 分之啊 hyperbolic sine， 所以呢是一 percent 加一 percent。OK， 一 percent 等于一的 percent。Hyperbolic second 它等于哈。Hyperbolic cosine 分之一，加等于啊，一的 percent 加一的 percent 分之啊二啊。那么各位注意看啊，所以这个东西等于一的啊 x 减 ct 加上一的 负 x 减 ct。分之二。那么各位看啊，当 t 趋近无穷的时候 ，t 趋近无穷的时候呢，这跑到零去 ，OK。负负的正 ，t 趋近无穷，这跑到无穷去，所以无穷分之二，所以它跑到零去。反之呢 当 t 趋近负无穷的时候，负负的正。一的无穷，所以就跑到无穷去。t 跑到负无穷的负的正负，所以就跑到零去。所以一样的，无穷分之二也是零。所以 hyperbolic second 呢，它代表一个我刚刚讲的 solitary wave。简单的说了哈，是跑到零去，当 t 趋近正负无穷的时候 ，OK。那么它的图哈，这个图，我顺便把这个相关的图把它画给你看哈。这 x 哈，这是 y，y 是这些 hyperbolic 三角函数。若一在这边，这是 hyperbolic。我看，如果你这边写 plus 哈。那么 sin 呢？哈 ，hyperbolic sin 像这个样子。那么你的 hyperbolic second 呢是 hyperbolic cosine 分之一。所以它跟这个是颠倒。等于一地方一样，这边大一，这边就小一。所以你看 localize， 这红色的哈就是 localize。那么像这个 hyperbolic tangent 啊，它的长相像这个样子，这边是啊
医生呼吁的话，他有两个，所以水平渐进线。OK， 这女的，还有包了天眼。OK， 红色的是唯一的 solitary wave。OK， 两边 localize， 两边趋近一点。OK， 那么海波拉天眼呢？它是像这种形状，一直往前走。OK， 它的形状像这样子，它是，啊，这个是 Schrodinger solution。Schrodinger wave， 它这个黄色的形状呢，哈，一直在走。OK， 所以等一下端点呢，哈，就一直离开，一直离开。那么你看到这个呢，是 solitary wave。那么我们 remark 一下哈，有关这一二三四这个跟这个哈 solution of form， 啊是哈 in 哈一二三四，一呢有这个啊 Schrodinger wave。跟这个哈 solitary waves， 二呢，二是个哈 dispersive 哈，它呢有 Schrodinger wave solution。刚看到了嘛 ？EI action CT， OK， 它一个 one phase， 所以 trailing wave。可是它的实数项跟虚数项呢是 cosine sine， 所以它剪的是周期的 ，OK， 是周期的，它不是 localized，OK，、okay? 所以它是 trailing wave solution， 可是不是 solitary wave。OK， 它是周期的。OK， 三呢，它不可能有 Schrodinger wave solution。OK， 一方面我们在这边讲了哈，它会 break down； 一方面呢，我们马上整。OK， 第四个呢，那 KdV。包含有灰线性跟这个离散两个因素的哈，那么它呢 both exist， 所以是很神奇啦。我们现在来证明这个哈，你的 UT plus 哈一加 U UX， 你这个有哈 nonlinear term， 证明呢它没有 Schrodinger wave solution。DIVLINZ 好像有两个 L， 假设有的话哈 ，suppose this 哈 UXT 等于哈这个
F 啊 ，Action City， 假设有的话，这是 Jordan Wells 所选的定义啦哈，它有个 Calculus Line， 那么速度 C 的坡呢哈，它会 keep the signal 哈，它讯号会一样 ，OK， 代入哈，你的 PDE，OK、okay。那么 ut 等于哈，这合成函数了哈 ，apply 啊，把这个 perceive 当成 action ct， 所以呢 ，apply 就是 f 对 perceive 微分啦，那么哈 perceive 对 t 微分哈就负 c， OK， 所以那么 ux 呢是等于 apply dx 微分是一 ，OK， 所以你得到。ut 哈就是 epsilon 乘负 c 哈，负 c 乘 epsilon 加上哈一加 u 是你的 f，ux 呢是 epsilon 它等于零 ，OK， 那么你得到一加 f 减 c。知道 epsilon 要等于零 ，OK， for all perceive， 这告诉你呢 ，e 加 f 减 c 等于零，或者呢 epsilon perceive 等于零啊 ，for all perceive。那么这代表呢哈 ，f constant， 这边代表哈 ，f 呢也是 constant。所以这两个哪一个都一样哈 ，f 呢等于 c 减 constant， 它是一个常数解，常数不是一个坡 ，OK， 它不是一个坡，你怎么看它都不是坡，它是一个常数 ，OK， not a wave。事实上哈、啊，你看到一二三四呢，常数永远是解，但是那是哈、啊、没有意义的解哈、啊，不是 physical 的解 ，OK， 因为你把任何的邦雷或者引力学恒定放进去，它永远不合的 ，OK， 所以就告诉你了哈、啊，对这个 nonlinear PDE， no Jordan Wells solution。现在呢，我们要哈、啊、加上在三的地方呢，再给它加一个像出来 ，OK， 让它产生这个所谓 Schrodinger solution，OK、okay。像我们来看，如果我们现在考虑这个。等于哈，例如说了哈 ，u 乘上这个一减 u 平方 ，OK， 这只是 example。我现在不让它等于零 ，OK， 我给它加上 u 的某个函数，啊，在这情况之下，我们叫 u 乘上一减 u 平方 ，OK， 好，这你的所谓 VLU。所以它的差别，一个是零 homogeneous equation， 一个是 non-homogeneous。我说啊，三 star 呢，虽然有 nonlinear term， 但这边也有一个 nonlinear term， u 的三次方。Okay？ 那么很奇特的哈，我们要证明呢，它有 Schrodinger solution。所以意思告诉你的哈 ，PD 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状况。Okay？ 啊。哎，啊 ，one more term， 等着上。
三十打。我们现在来看三十打。好，那么哈，我们假设啦 ，US 等于 F 啊 ，F 减 CT exist。OK， 那么这两种可能嘛，第一个证明根本不可能，第二个哎，你真的可以写得出来。OK， 代入。真的三十打，各位注意啊！第三月考之后啊，我们的主要的内容呢都是非线性的部分。OK， 我一样的会出一些作业。那么非常重要就是我上课时候讲的。OK， 他们基本上都是你绝对可以接受的东西。OK， 但是有新的观念，这些都哈会涵盖在月考试里面啊。你把它代入呢，你得到 UT 呢哈 ，F 减 C 就是 per se 啦 ，OK， 所以 UT 等于哈 ，F plus 乘负 C，OK，、okay? 加上哈，这个一加 U 哈就一加 F plus，UX 呢哈就是 F plus 和 C 对 F 又是一啦，等于哈 ，F。一减 L 平方，所以得到 L plus 乘上负 C， 一乘 L plus， 所以是加一，一哈是 L 一乘上 L plus，L plus 就是一，然后呢，这边哈 L plus 提出来这边 F。等于哈 ，F 一减 F 平方 ，OK， 好，所以你知道 ，minus C 加一加 F， 底 F 底 per C， 啊，跟 F 方啊，等于 F 一减 F 平方，那么。这有点像微积分的这个哈东西啦，注意，现在变成 F 的哈 ，first order ODE， 哦 ，linear ODE，DL 的 per se， 在这地方呢，因为 F 是 U 嘛，这是 F 的 first order PDE。所以你现在把 PD 呢变成 ODE， 我们要现在把 ODE 呢变成积分方程 ，OK？ 你从这边得到啊 ，minus C 加一加 F，F 啊一减 L 平方。df 等于哈，或者一样的 df dp c 等于一，那么这弱写为弱啦 ，OK， 这是导数，我们把它写成 differential form。differential form， OK， 在微积分里面你学过了 ，OK， L plus X， df， dx， 等于 L plus X， 这表示 df differential F 呢等于 L plus X， 这种 dx 哈，
我们谈 linearization 的时候哈，线性化函数的时候会提到这种符号。好，现在呢哈，两边积分，然后哈，为了简化哈，我让 c 等于一哈，我现在要去找 f 减 t 这种啊 ，fx 减 t 哈，速度是一的这种确认位数不选。OK， 因为这样我们的计算会比较简单，你得到 f 一减 f 一减 f c 如果等于一的话，负一加一消掉 f， 把 f 消掉，一减 f。一加 f， 那么这个用哈，这是有理函数 f 的有理函数，我已经告诉你说哈，有理函数的积分呢哈 ，partial fraction 哈，其实很简单哈，弱且为弱。这二分之一可以从这边得到哈，一减 f 分之一。加一加二分之一 ，df， 对吧？你把它通过嘛，里面的一加 f 加上一减 f 消掉，产生二，这边二分之一就刚好一。好，这是弱且为弱，二分之一，一减 f df， 加上二分之一。一加 f， d f， 那么这 proceeding 是 integration constant， OK。那么这弱且为弱啊，这是 log 函数嘛， OK， 你让 w 等于一减 f， 你得到，然后这个 log 负的。一减 f 加上哈 o 分之一的 log 一加 f， 等于哈 plus c 减 plus c 零 ，plus c 是你的 x 减 t， 好看，因为 c 是要等于一的，把它加起来等于哈 log o 分之一。一加 f 跟减是一减 f， 弱且为弱哈 ，log 一减 f， 一加 f 等于两倍的 plus 一减 plus 一零，两边哈，各位注意，你刚得到的呢哈。First order OD 呢，现在变成 integral equation。注意，你要求 f 对不对？现在这是 f 的积分方程啊 ，integral equation。我 f。所以你一步一步来 ，PD 变 OD 变积分方程 ，OK， 那么积分方程呢，把它解出来，你知道哈，一减 f， 一加 f，OK，、OK? 等于它指数函数。那么各位要怎么样去求 f？ 你现在有哈一减 f， 一加 f 等于哈一的两倍的 plus c 哈。那么 plus c 是积分常数嘛，所以另外一部呢是一个常数哈，把它叫做 a。
hoặc n constant hoặc integration constant. OK, 我们的目标呢，找出 opposite。吸的时候是一啦哈，因为我们刚刚假设一 ，OK， 我们来看它究竟什么东西 ，OK。到目前为止，我们是这个样子。那这是 implicit function， 并不是 explicit function， OK。所以我们算看看怎么算这个东西 ，OK。我这边你得到一加 f 等于哈一减 f 乘一两倍的 c。所以呢，你得到哈 f 加上 f 的一两倍的 c 等于哈，这东西等于哈一两倍的 c 减掉 f 一二 c， 把这提过去，然后这边变一两倍的 c 减掉一，所以得到哈 f 提出来一加一的两倍的 c， 当然还有一个。A 啦哈，乘 A， 乘 A， OK。乘 A 乘 A， 所以这边是 A， 你把这一提过来哈，这边有一个 A 在这边 ，OK。我先确认 ，OK， 你一减 f 嘛，乘这个要重写哈，其实不是，但是它不是非常重要，可是我们还是把它规规矩矩的写，一加 f 等于 a 一两倍的 c 乘上哈，一减 f 等于 a 一两倍的 c 减掉 a。一两倍的 c 乘上 f， 把这提过来 ，f 加上 a， 一两倍的 c，f 等于啊 a 一两倍的 c 减掉一 ，f 提出来，一加 a 两倍的 c 等于哈 ，a 一两倍的 c 减一。除过去，你得到 f 等于哈 a 一两倍的 c 加一 a 一两倍的 c 减一。我们得到第一次得到这个 implicit form 啊 ，explicit form 啊 ，explicit solution form。OK， 那么。Where 哈，不是等于 f 减 t， 因为 c 等于一啦。我们刚刚假设，那么这东西它不是我们很熟的东西 ，OK？ 我们还进一步把它这个简化 rewrite， OK， f 不是。等于哈，你上下都提出哈，这个我为了方便起见哈，我让 a 是常数嘛，我让 a 等于一的负二 x 零哈，它有它的好处了哈 ，a 是常数，所以 x 零也是常数 ，OK 好，你的 f 等于。各位注意看哈，一负二 x 零，一二 plus 二的话，因为这边都有二啦，等一下可以放在一起 ，OK， 减一，一负二 x 零，一二 plus 加一，我呢分子分母全部提出这个。再写一个步骤，这一的两倍的 c 减 x 零，这是一的
两倍的 percent 减 x 零，这是加一啊，这是减一。那么我上下全部提出一的 percent 减 x 零，所以这边剩下，因为两倍这边是二，所以现在变成一个而已。加一，因为你提出这个，所以呢这边一的负的啊 percent 减 x 零。二呢提出一个，剩下一哈，减掉，因为你提出一个一的 percent 减 x 零，所以这边负的。这太好了，这两个消掉。这一个函数是我们会上说的 hyperbolic second， 哎，不是 hyperbolic， 是那个 hyperbolic tangent。x 减 t 减 x， 它形状就像我刚刚画的，速度是一的速度在跑，okay。所以原本哈，你这个会线性方程呢，没有这种 trivial solution。那么我现在呢，给它加上一项 ，OK， 把这个 homogeneous equation 变成 inhomogeneous 非线性的，结果我反而发现呢，会有 trivial wave solution， 啊，所以 PD 啊，它是很神奇的，你没有办法预测，我给你一个 PD。啊，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他有没有 trivial wave solution？ OK， 除非你去做，你才知道。那么如果你这个 PD 呢，刚好是用来描述啊某一个物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或反雷欧现象，得出来的一个近似的数学模式。OK， 而你发现这个现象呢，你观察到现象呢，它里面有所谓像这种 trivial wave solution。那么当然你也期望 ，OK， 我的这个数学模式也可以找出这个 trivial solution。那么它的好处就是说，你观察的这个现象，虽然说你观察到有所谓哈、啊、这个行动波哈、啊，但是它你不晓得它什么东西，那数学也是告诉你说了，哎，它真的存在，而且是像这个样子。那么哈。啊In many sense， 意思就是说呢，哈，对一个做实验的人，他现在得到了理论的基础 ，OK。那么你有真正的 form， 虽然是一个只是一个哈近似值，他就可以拿来啊利用数学工具来 apply 到他实验上的很多事情 ，OK，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由于我们要考试呢，哈，我们啊 KTV 播呢，我们现在延到了下一次讲。OK， 我们休息一下。